大家好，我是牧童，现在是凌晨7点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睡，不是不睡，而是睡不着，因为今晚9点是我第一次真人吃鸡比赛。说实话，我很害怕，也很紧张，毕竟是第一次真人吃鸡，而且对面还有真人吃鸡的王者，半只狐狸。所以说，今晚9点这一场真人吃鸡对我特别重要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可能以后的网络道路就彻底结束了。所以我希望今晚9点，所有的游戏粉和童家宝粉丝都能来看看我，帮我一起赢得这一场真人吃鸡。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，我可能要离婚了，老马已经不相信我了，他背着我也来了广州，拿着离婚证。唉，不管什么结果，今晚9点在直播间也公布了吧，该结束就结束了。所有人点击视频下方预约直播，今晚9点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。离别没说再见，你是否心酸？